小心。你不告诉妈妈一声就搬家离开，这样好吗？是我搬家还是你搬家？要怕什么？要搬就搬，别讲啰啰。小心，你借书要放哪里？随便啊，你看以为空位你不是放进去了？小心，你可以学风景一样整齐一点嘛。你这样子做好像在搬垃圾嘞。哎呦，我是有一个很烦妈妈的呀，你不要当我第二个妈妈 OK 吗？Hello， 又不是电话的声音，什么声音？哎，你们看，关起来，这个，怎么了？你在看什么？大概是宝藏图之类的吧。宝藏图，该不会是黄金钻石之类的吧？哎，这是小新家的东西，我们还是不要乱动啦。哎呦，不会有事啦，你这样怕什么？胆小鬼。哦。哎呀，很简单的嘛，我们跟小新说一声不就好了吗？哎，小新，起身，快点起身。小心！敢睡觉我？哈哈哈，是我没错，我是一张宝藏图。你有兴趣寻找宝藏吗？当然有啊，不过，你怎么懂我的名字？你怎么讲话的？你无需知道我的来历，你只需告诉我你想不想寻找宝藏。当然要啊，这么好玩。很好，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。你们一共有三个任务，每完成一个任务就会出现下一站的提示。提示一，你小时候爱吃的消暑食品。消暑食品。注意，每完成一个任务就会有一个队友消失，你必须在明天早上10点前找到宝藏，才能拯救他们。万一不够时间怎么办？我们先不要想那么多吧，我们还是赶快出发，否则后果会不敢设想的。我们出发吧。我小时候出来就买了是不是？看看，哦，还有现在的小孩啊，这么不道歉，小朋友赶紧去约会啊！别跑啊，洗嘴包！小新你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？好吃，很久没吃了。小新，你确定是这里吗？我地图没有环境灯。不会错啦，一定是这里啊。这样办都不知道有没有错。天！
题先问一下。我们整天小学也找完了，结果一个东西也找不到，都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去错地方。没有理由了，一定是这样想去，只是我们没有找到罢了。会不会我们看错什么地方呢？喂，不要玩了，你们说真的会不会变成鬼跟着我们啊？别吓我，不可能的。索隆为什么会有书掉下来？那不是我们的小学毕业特刊吗？诶，一 K 班，姓名赖小新，你的作文来的嘞？为什么你的作文会出现在这边？I have many beautiful girls, so I love to come to school and watch them. 这什么烂作文啊？没面了，丢脸嘞！等一下先，等一下先。还有 ，saya suka makan buah-buahan, nama dia ialah durian. Durian sangat sangat sedap, kerana sangat sangat sedap, oleh itu saya suka makan dia. 不要笑了，我小学生故事要这样已经算很梗了嘞。凤姐，你看。这些作文里面下面好像有一些奇怪的数目字。咦，是哦，有纸和笔吗？怎么啦？这很可能是下一站的提示。这些数目字有什么关联呢？这些应该是一道数学题。滑梯。